这次的奖品有角落生物铅笔、动物积木，你看红色是几？沙画。哇，沙画的粉都好多。一个可爱的有手链，这样。没有，你看。没有啊。没有是三角，我是妹妹。我是你，我是小孩子。小孩子走开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做小的洞洞啦。这边有颗猫头，你看一下，有颗猫头。好，开始。开始就开始玩撕了。你撕的就是你的，我撕的就是我的。好，你撕的比我多。我想要复制大作战。现在不是偷偷的撕，你撕的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就是那么喜欢你。那几个你撕得很好，所以我要给你一百张贴纸。六，妈咪六，我有猫咪的。那我们现在，快婆婆，快我的袋。好，那我们这些奖品，好，有蛋，还有弹珠和沙画。好，那个这个积木你们自己摆看放哪里，然后沙画可能他要再写哦，要不要连起来？好，姐姐去拿笔来写沙画，我们都把沙画抽掉好了，记得沙画。拿交给我写字，这个你去拿笔来。没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个沙画嘞，然后你先写一个玻璃纸。让他给我来这招。我们刚才乱放啊。玻璃纸给我。好，好，玻璃纸那就丢这里。玻璃纸。然后写两个铅笔。一定要写铅。三个。是第四个吧。一定要写铅笔，一定要写彩虹笔。好。铅怎么写？啊？铅怎么写？金。金。不用铅笔，彩虹笔就好了。彩虹笔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还有六，还有四张。好，你写五的好，先写五个就好。好，先写五个，不要乱叠。你挑五的沙画出来，妹妹给你挑。好，这些沙画，这个是重复跟我讲。那个，赶快挑五个来。看哦，什么粉笔？还有这只哎，老鼠的。快点挑五个出来。我想要哪一个？小鹿斑比。好，给我。小鹿斑比。一个。再来，快点。小鹿斑比。两个。小女孩呢？小老鼠。三个。小女孩。五个，好。剩四个，剩四个，等一下再看要不要再放进去。然后接下来是大奖哦，我们把它凑满。我也是大奖。要笑什么？你看他们多高兴啊！哇，好像不够哈。那我们再多一点弹珠好了。奇怪，你家的弹珠都去哪里了？有啊，在那个爸爸房间的罐子里，来，一颗放一个。哇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一人一个。妈、okay、妈，你在笑什么？好寒酸的做。接着。弹珠抽抽乐啦。哇。这叫做积木抽抽乐啦。里面有水。里面有水吗？你呀，里面有布灵布灵的东西耶。绿色的。嗯。有亮片在里面呢。嗯。这个。再拿两个起来。两个起来。嗯。我要小姑娘。好，放过去。这虎姑婆也拿一张去啊，这两张都重复了，拿一张去。虎姑婆啊，对啊，妈呀，笑什么？好，这拿去旁边。好，来这两个沙画。姐姐再写两张沙画。对，这还有两张。好，再这个牛奶弹珠，最棒的牛奶弹珠。来，一格放两个。一格放。来，给我一些。老板大手笔，不要再笑了。谢谢。好，还有小胡。
还有啊，我们还差几个数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要加入生物哎，七个，我要加入生物有不同颜色哎，七个哈，你写五张角铅笔，我先写一下，好，妹妹选五支角落生物铅笔出来，哇，小红你写铅笔，等一下，来这个 ，OK， 这个，然后呢还有这个，这是各种吗？这个，生气了，妈妈在旁边笑什么？等一下，五了，好，五只好放那里。等一下，我再算抽，一、二，然后呢，三、四、五，就这只，我们要想办法。哇，来换你。今天呢，谁五只怎么办？我要写六只好了。六只好。六只，来，爸爸拿六只，白色的，好，六只，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一人都有一样的，对。写六个铅笔，然后装进去。幸好爸爸。铅怎么写？铅，来铅。为什么是金笔？铅呐、啊，铅笔。唇笔，我写成唇笔了。哎，看得懂就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要写铅，不是写唇。这次奖品有角落生物铅笔，这是第一大奖，对，大奖。动物积木，你看红色是沙画，哇，沙画的粉都好多。然后看还缺几个，我们就补几个弹珠，两个弹珠了。铅笔丢进去，我要丢，好，你发我丢。好，就先预备备开始。你这样乱丢那个，到时候里面两的奖品就把铅笔拿走了。快点蒸两个，这铅笔，铅笔，耶，中了。这个，那还剩几个没有礼物？这个重复，还剩一个，看有没有重复的。要你们要什么？要哪一种弹珠？你怎么有这个？怎么有这个啊、哦？牛奶，我们一人要两个。这次还有牛奶弹珠，来，丢一个。那我了，没有，只有一个，来，一人一颗，丢这里。一个可爱的哦，数量这样。没有，你看。没有啊。那个，我们家里虎姑婆决定加码，拿几个来那个放便利贴，我们丢几个跟弹珠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哈，弹珠哦。对，角落生物便利贴来，就跟弹珠丢在一起呀、啊。哇，这样我努力中弹珠才行。对呀、啊。谁显得小气？妈妈，你再讲一次。我也是。哇，你是大王哎。好，我想要猫咪的。不是那个，这个大颗弹珠不用，这种塑胶袋弹珠来。我想要猫咪，来给我猫咪。这是猫咪的，好。有没有白熊？白熊。这是打猪牌。丢在弹那个塑胶袋的弹珠里面。我要。丢这里。好，那就好，这样就好了哈。啊，如果没有贴纸的就算了哈。有些弹珠会有贴纸，有些会没有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奖品可以吗？还好，我比较喜欢大的。妹妹，这奖品可以吗？可以哈。把你那一段那一趴剪掉。什么叫还好？只要是抽到弹珠，还可以抽到这个。动物积木呢？这一颗也要快20呢。而且中弹珠还可以得到这个。对啊，你看妹妹多好啊，多满足啊。可是我觉得大的还是比较好。你说那个大的抽抽乐呀？如果我中，对啊，那奖品当然是比较好的、啊。如果我中这两个，那有多好？对呀、啊。如果我中那个的话，一定很好。我喜欢这三个。来，给我三个。小心哦，不要这样吹。今天的封面是这个图案，这是什么？猫咪。
猫咪跟小鸡哈。它掉了，没关系。它掉了又不要。我这样会不会太那个？我这样投错吧？这是我的世界，我把你打。我有没有画完？我这样，你看，好粗。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啊。让你背光跑出去。哎，这样好丑。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不用在意。那我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是那个教兄弟的单子一样，就是我做这个记号，要不要做觉得的记号？嗯。一二三四。把这个跑出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厨房前面。爸爸。生日那天，我生日。不用老师跟你讲那个可以抽，那个本来就是倒的。爸爸。好。影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我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抽一张牌，拿走，快，你记得抽一张牌。没关系啊，到时候抽到不给你们奖品而已啊，奖品都给我抽走了。直接抽一张牌，抽一张牌，抽一张牌。我要，也不行，我要再不要你的车，我先记一下。快点啊。OK 开始，要从后面，不行，从后面拿，你要用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在这里，白色，